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已派出20个工作组，督导重点口岸城市排查堵塞漏洞，强化外防输入和突发疫情处置。当前，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疫情，叠加暑期猪禽高峰，疫情扩散风险加大。一旦发现疫情，要坚决采取最严格、最彻底的应急处置措施，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住疫情。良好的卫生习惯和接种新冠疫苗是个人最有效的防护手段，要克服侥幸心理，始终坚持做好个人防护。风险人群要主动检测，自觉报告，切实承担起疫情防控的社会责任。截至8月4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2622.3万剂次。今天的发布会，我们将继续围绕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来举行。我们请来了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刘培俊先生，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陈凯先生，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先生，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先生，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司长林伟先生，请他们共同就大家关心的问题来回答记者的提问。下面请各位记者朋友举手提问，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好，第一个问题，我们来请右侧区第一排的第三位穿白色衣服的记者。谢谢主持人，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我们看到近期全国已经有10多个省份出现本土确诊病例，那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该开学了，所以想请问今年秋季学期能否如期开学？那关于秋季开学，教育部还有哪些考虑呢？谢谢。好，我们请刘培俊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好，感谢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关心今年秋季的开学安排。今年7月以来啊，新冠变异病毒从境外输入，在国内啊散发，当前疫情形势啊还严峻复杂，给今年啊全国学校的秋季学期开学带来不确定性。大家都很关心今年秋季开学的安排以及疫情防控工作的这个方案。教育部啊近期正在会同各省级教育部门啊，这个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啊，来实事求是研究今年这个秋季啊开学以及防控工作。近期教育部还将在开学前发布通知，部署今年秋季学期的工作。目前看啊，总体的考虑有这么三个方面。第一，今年秋季学期工作坚持服从大局，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可以说教育系统从维护师生健康安全、保证正常教学秩序和服务全国疫情防控大局出发，这个以高度的这个责任感，从严从紧落实国家的疫情防控决策部署，从严从实落实各地的疫情防控具体措施，统筹做好今年秋季学校开学前、开学中，包括开学后
各个环节的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啊这个今年秋季学期师生的健康、教学的秩序和校园的安全。第二，今年秋季这个开学的安排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因地制宜来保证开学啊有序进行。大家都知道，从教育系统的实际来看，大中小幼学段不同，各个省份这个地域不同，各个地区啊疫情不同，所以我们啊就是今年的秋季的开学的安排啊，我们各地啊要按照属地管理、区域统筹啊，结合这个国家的总体疫情防控决策和当地的疫情形势和政策安排啊，来妥善安排好开学工作。具体时间的开学时间的安排方式的选择，以及疫情防控措施和教育教学的安排啊，各地这个要依叫依省依策，因地制宜，依校依案，因校施策，确保这个适应不同的情况，实事求是做好开学的安排。但总体有个考虑啊，鉴于目前疫情这个发展的不确定性啊，如果在到了开学的时候仍然还有中高风险地区，那么这个开学的安排啊，按照以前的经验和惯例，就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中高风险地区学生暂缓返校，以确保啊这个教学的开展是有序、健康和安全的。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各地教育部门把秋季开学作为疫情防控的一个突出重点，提前研判、超前部署，可以说啊靠前行动，要指导啊这个当地的学校按照属地的管控政策和疫情情况啊做好这个教学开学的方案，疫情防控的方案以及应急预案，来妥善安排好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服务资源和技术，包括人员队伍以及环境的清洁，还有啊必备的应急场所的安排等各项工作，为啊今年秋季开学可以说啊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三呢，是今年秋季学期的部署坚持系统联动，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展。关于加强暑期防控以及指导开学，教育部啊现在正在啊跟各地的教育部门啊在统筹谋划部署，可以说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展。第一是在学校放假之初，也就是七月初，教育部印发通知加强暑期教育系统的疫情防控工作，指导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啊细化落实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措施，同时啊全面部署放假期间学生的离校在途的个人防护以及居家的这个安全和生活。二是在师生在暑假期间，也就是七月底八月初，教育部啊根据疫情当前发展的最新变化，连续印发两个紧急通知，指导各地教育系统啊启动疫情防控应急机制，加强师生的个人防护的教育引导，同时啊严格控制
举办和组织师生参与大型聚集性活动，并啊这个抓紧筹划今年的开学工作。三是在返校开学之前，也就是八月中，教育部还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指导各地啊开学工作安排好，有序进展。一是印发今年秋季学期的这个工作通知，召开全国教育系统啊秋季学期开学工作的视频会议，也组织召开啊教育系统疫情防控专家咨询的视频会。同时啊，这个会同疾控卫健等部门啊，修订和印发大中小学以及托幼机构疫情防控的技术方案，来指导啊这个各地做好开学前、开学中、开学后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就是以实而又实、细而又细、啊严而又严的这个要求啊，把各项措施落到位。第二呢，就是继续配合卫健、疾控等相关部门啊，这个积极、妥善、有序的做好在校学生符合条件师生的疫苗接种工作。谢谢。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我们来请左侧区第一排第二位穿绿色衣服的记者。谢谢主持人，我是第一财经的记者。目前德尔塔毒株已经成为全球疫情流行的一个最主要的毒株，引起南京疫情的毒株也是德尔塔。针对德尔塔变异株，目前专家有很多种说法，请问对此如何评价？权威的说法是什么？能否介绍一下这种病毒的一些特点？谢谢。好，我们请贺清华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你的提问。德尔塔变异株啊，最早发现于2020年的九月，是印度报告的一个病例中。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在去年5月10号就宣布将德尔塔变异株啊纳入到这个全球关切的病毒变异株。目前呢，已经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流行，成为呢全球新冠大流行的主要病毒株。那么该病毒呢，具有传播速度快、体内复制快、转移时间长，就两快一长这个特点。那么从目前来看，国内外相关科学研究和疫情防控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了，德尔塔变异株并没有导致新冠病毒生物学特性发生颠覆性改变。它仍然还是个冠状病毒啊，没有发生颠覆性改变。它的传染源、它的传播途径基本是清楚的。现有的疫情防控措施对德尔塔变异株仍然有效，现有的疫苗仍然能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这里说，现有的防控措施对这个德尔塔变异株仍然是有效的，现有的疫苗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能有效地降低感染后的重症发生率和病死率。那么前一段时间啊，我国首次成功地阻断了发生在人口稠密、流动性大的广东省的几个地市的德尔塔变异株的本土疫情传播。大家都知道，这个媒体做了广泛报道，这首次在我们国家发生的德尔塔变异株的这个引发的疫情。那么广东我们人口稠密、流动性大，这个那么通过这次疫情处置，也就证明了接种疫苗能够降低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风险，减少感染者的传播力。哎，就是通过这次疫情，那么我们可以证明疫苗能够降低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力，减少感染者的这个传播力。那么加上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避免人群聚集和流动等公共卫生措施，
那么这些措施对于防控疫情、保护人群健康是有效的。谢谢。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我们先请左侧区第二排靠过道第一位记者。好的，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提问。近日呢，通信行程卡在上班早高峰等时段出现了服务异常的情况，用户的正常查询应用受到了影响。我想请问工信部是否找到了问题原因，那么下一步呢将采取什么措施提升用户体验，确保通信行程卡的正常运行？谢谢。好，我们请陈凯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你的提问。工业和信息化部高度重视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决策部署。对不起啊。就是新冠疫情发生后，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单位推出了通讯行程卡公益服务，面向全国手机用户提供本人近14日内境内外行程的查询。截止目前，通讯行程卡累计提供查询服务呢是超过了120亿次，有力的支撑用户是否到访过中高风险地区判断、疫情期间人员流动管理和复工复产等工作，应该说成为各地做好疫情防控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手段。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近日我国多点同时爆发聚集性疫情，全国范围内疫情防控形势快速升级，各地对那个通讯行程卡的使用呢的需求呢，应该说急剧的攀升，通讯行程卡的系统资源日益紧张。8月2日、3日早高峰时段，查询量呢突现了那个爆发式的增长，短时间内大幅度的超过了就是通讯行程卡系统的承受能力，导致出现了服务的异常。异常情况出现后，工业和信息化部立即组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单位采取了紧急的应对措施。一是进行了系统的扩容，增加服务器的数量，有效应对高峰时段的查询需求；二是呢优化了系统的配置，进一步完善了业务的处理流程，增强了系统的服务能力；三是呢连夜开展了多轮端到端的压力测试，确保系统扩容优化后可正常的提供服务。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及时的优化了系统，给予这次的那个快速的恢复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目前呢通讯行程卡服务呢已基本恢复正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通讯行程卡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了紧急的通知，提供了短信查询等替代的方案。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继续组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单位进一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确保通讯行程卡安全稳定运行。一是呢持续增强系统能力，进一步扩充系统的容量，优化整体的架构，增强系统弹性，有效支撑疫情防控的需求。二是呢完善系统运行的监测手段，及时发现资源使用的异常情况，提前采取防范的措施。三是呢持续强化应急保障，健全应急处置的工作机制，完善应急预案，重点提升大量突发、并发流量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谢谢，我就介绍这么多。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我们先请左侧区第二排第三位穿深色衣服的记者。谢谢主持人，我是凤凰卫视记者。目前全球疫情形势持续的严峻，近期南京、厦门、上海等地发生的本土病例均与国际航班相关联。那请问海关在口岸环节是采取了哪些的防控措施来应对疫情输入的风险呢？谢谢。好的，我们请林伟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您对海关卫生检疫工作的关注与支持。这个当前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全球疫情形势快速发展，病毒啊变异，特别是德尔塔病毒传染力增强，那么口岸外防输入的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大。那么针对这种疫情发展的态势，海关总署在部署
再落实，抓紧、抓细、抓严各项口岸防控工作，那么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这个，绝不松动，绝不手软，最大限度遏制疫情通过口岸这个环节呢传播。那么我们呢主要是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从严从紧开展口岸卫生检疫工作。那么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海关在海陆空口岸对入境人员严格实施健康申明卡核验、体温监测、医学巡查、采样检测、病毒测序一系列措施，坚决做到四个闭严，也就是对所有健康申报事项必须严格进行审核，对所有疑似人员必须严格实施排查，对所有进境旅客必须严格进行采样检测，对所有检出阳性必须按照规定第一时间这个上报。同时呢，各地海关与地方相关部门不断强化联防联控，严格实施落实转运隔离等防控措施，实现无缝衔接闭环管理，切实做到四早。二是迅速升级航空口岸防控措施，那么在严格口岸卫生检疫的同时，我们整合健康申报和快速流调，进一步强化重点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缩短旅客通关时间，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在口岸环节的这个传播。那么在流行病学调查这个岗位，我们设置物理隔断，有效最大限度地避免交叉感染。三是重点强化机组人员疫情防控，严格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部署，对国际航班客货机机组人员严格实施口岸卫生检疫和采样检测，与地方联防联控机制手递手，实现紧密衔接的闭环管理。同时联合有关部门压实压紧四方责任，切实防止疫情在口岸传播蔓延。四是顶格实施人员内部安全防护，一方面我们对海关一线人员严格实施两点一线、一天一检、定期轮岗一系列的闭环管理，100%接种疫苗，切实防范感染的风险。另一方面呢，我们不断加强安全防护培训和演练，提升安全防护意识，注重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让口岸一线检疫人员始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全力做好口岸疫情防控工作。谢谢。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我们先请右侧区第一排最靠边这位女记者。谢谢主持人。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暑期呢正值游客出游的高峰期，那么针对目前全国多地出现的疫情，想请问文化和旅游部门，咱们采取了哪些措施防止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等途径进行传播？谢谢。好，我们请于昌国先生来回答。谢谢您的提问。这个暑期呢是游客出行的旺季，针对当前的疫情形势啊，文化和旅游部门高度重视，积极应对，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从严从紧从细从实强化疫情防控工作，严防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途径传播扩散。一是加强工作指导，7月29号文化和旅游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懈心态，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预防预备，在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门的领导下，严格落实文化和旅游经营场所疫情防控要求和措施，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8月3号，然后我部又发出了关于全面加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行业上下进一步高度重视，积极作为，对照疫情防控指南，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相关的措施包括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加强风险评估和研判，及时了解和掌握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疫情形势，不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不承接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团队，也不组织中高风险地区游客外出旅游。组团时要密切关注旅游目的地疫情防控等级信息，当旅游目的地政府有关部门对旅游发出预警提示，或将相关区域列于中高风险等级时，未出发的旅游团队必须立即取消或更改旅游行程，已经在当地的旅游团队必须暂停在当地的旅游活动，配合做好相关疫情的排查工作。同时呢，要加强对员工的健康管理，及时掌握员工健康状态、出行轨迹等情况，上岗前进行健康码检查核验，规范佩戴口罩，确保员工健康上岗和规范作业。一旦发现员工出现发热、咳嗽等相关症状，及时安排到就近定点医疗机构就诊。下一步，我们将结合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管理的措施，对跨省旅游活动进行联动管理，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暂停跨省旅游活动，待省域内中高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以后，再恢复跨省旅游活动。二是开展实地督导。湖南省张家界市疫情发生后，文化和旅游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第一时间派出部领导牵头的工作组，参加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赴张家界开展督导工作。我们与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督导组等的密切联系，指导协助督促当地做好安全游客的疏散，配合开展流调，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等任务。谢谢。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我们先请左侧区第四排跨国道的第一位男记者。好，谢谢主持人。红星新闻记者提问。当前疫情防控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加强区域协查，尽快找到涉疫风险人群，实施有效管控，是各项防控工作的重要一环。请问在当前江苏、湖南、河南等地疫情防控中，区域协查专班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如何？下一步对进一步提升区域协查效能有何考虑？谢谢。好，我们请陈凯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你的提问。工业和信息化部高度重视此轮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决策部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对进一步抓好疫情区域协查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全力支撑有关地区快速应对处置突发疫情，取得积极成效。一是完善区域协查机制，形成防控工作合力。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认真履行区域协查专班工作职责，构建完善部省两级专班工作机制流程。其中，通讯部门负责提供通讯大数据分析和技术支撑。在这个期间呢，工信、公安还有公共卫生三公部门密切协作，为战胜那个疫情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二是加强数据信息的分析，抓好区域协查任务落实。
区域协查专班重点分析南京禄口机场、张家界魅力湘西剧场、郑州第六医院等重点场所人员流向情况，加快信息流转的效率，推动各地创新数据的应用，支撑快速判定风险人员，确保风险人员排查任务及时完成。三是强化平台能力建设，不断优化相关的数据算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挥行业技术优势，积极提升通信大数据平台计算分析能力，并结合各地疫情针对性优化模型算法，研发上线疫情快速登记小程序，高效支撑一线工作人员通过线上的方式快速采集并上报病例信息，不断提高推送信息的精准性。总的来看，区域协查专班利用通信大数据快速有效和规范地开展区域协查，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部署要求，围绕区域协查快和准的核心要求，一是加强与区域协查专班成员单位间的联动配合，切实推动全国各地按照最新实现要求完成核查；二是推动各地加快疫情快速登记小程序的安装应用，进一步提升信息的报送效率；三是重点加强区域协查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跟踪数据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更好地助力全国疫情防控。谢谢，我就接到这么多。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我们先请后排第四排第三位右侧区第三位穿白色衣服的记者。好，谢谢主持人，我是澎湃新闻的记者。我们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郑州的这次疫情主要发生在他们郑州市的第六人民医院，涉及到医院的这个保洁还有医务人员，所以这次疫情暴露出在院感防控方面有哪些漏洞，还有想请问一下国家卫健委对于下一步这个医院的防疫工作会有哪些加强的措施，如何堵上这些漏洞。谢谢。好的，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呢也请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的监察专员郭艳红女士，我们来请她来回答这个问题，有请。好，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应该说呢，获悉郑州六院呀、发生聚集性的疫情以后，我们高度重视，马上呢就派出了工作组，与当地的专家一起呢对这个事件进行了联合调查。调查的结果认为，这是一起医院感染事件。通过呢基因测序，那么对确诊感染的患者他的致病毒株进行基因测序分析以后，与呢这个定点医院收治的一位境外输入的感染患者，他的基因测序是高度同源，同时呢也是德尔塔变异毒株。应该说这起的感染呢与南京的感染没有关联。那么通过呢分析这起医院感染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相关医疗机构对疫情防控的这个形势认识不到位，那么面临着持续存在的境外疫情输入的风险以及病毒变异的复杂性，存在着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啊，防控的意识呢应该说有所欠缺。第二呢，就是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监管工作不到位，没有对医疗机构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工作进行了必要的监督检查和指导，也没有及时的排查和发现风险并予以改进。第三呢，就是医疗机构
在落实相关院感的防控的规章制度上落实不到位，那么医疗机构的主要负责同志对院感工作没有高度重视，导致呢各项的防控措施没有落实，没有落细，那么最后呢病毒啊趁虚而入，导致了这一起的聚集性的疫情。应当讲这个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当地政府对相关的责任人已经进行了严肃的问责，我们呢也立即召开了全国的视频会议，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大家要从这个事件当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同时呢在全国范围内我们正在开展院感防控的专项排查，全面深入的排查在院感工作当中存在的风险和短板漏洞，那么要求呢全面落实院感的防控措施，坚决防止因为院感不力而造成的疫情传播。谢谢。好，谢谢，请回就座。好，请继续提问。好，我们先请游色区第二排这位外媒的记者，第三位。谢谢主持人。中华卫视记者提问：迅速找到传染源是传短传播的关键环节。从目前情况看，禄口、张家界等多起聚集性疫情排查进展如何？涉及到被排查的人员或曾经到过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应该如此做？谢谢。好，谢谢。您的汉语是越说越好。我们请贺清华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你的提问。你刚才提到这个最近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多起疫情，涉及到大概15个省，15个省呢也出现了一些确诊病例。那么各地呢，应该说各地发生疫情的各地党委政府都是按照这个党中央国务院这个的决策部署，按照防控方案的总体要求呢，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那么从目前的疫情总体来看，应该是可控的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本轮疫情呢波及面比较广，波及面比较大，这个加之呢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还涉及到不同来源的输入病例导致的本土病例的一个叠加，所以排查工作呢给我们的疫情防控排查带来一定困难，这疫情防控呢的艰巨性复杂性呢也增加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要求我们呢，只有我们严格的落实好防控的各项措施应该说应该在短期内在一个短的期间短期内呢应该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谢谢你的提问。好，谢谢，请继续提问。我们来请右侧区第二排的靠边靠不到这位女记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那么最近呢多地已经发布了明确的限制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流动的这样一些要求，那这可能导致很多在异地过暑假的孩子没有办法按时的返校，影响正常的开学，那教育部准备如何应对这个问题？谢谢。好，我们请刘培俊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好，感谢央视记者对这个开学后可能部分异地学生延期返校学习这个特殊情况的关心关切，也是对这一部分特殊学生的这个关爱。从目前情况看病毒的变异、疫情的变化，还有地方防控政策的变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限制了中高风险地区人群的正常流动。那么到今年秋季开学时，也很有可能
中高风险地区还会存在。那么在异地过暑假的孩子，可能在开学后啊，部分孩子可能会延期返校。大家会关心如何能够保障延期返校孩子的生活、健康和学习。教育部门啊，目前啊，主要考虑从三个方面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好。第一是加强统筹安排。教育部已经于七月中旬啊发出通知，提出原则要求，指导各地教育部门根据学校所在地和学生所在地疫情防控政策，统筹指导各学校啊，特别是高等学校，一校一案，综合施策，充分分类考虑开学后延期返校学生的实际需要，安排好他们的学习、个人防护以及心理的辅导。第二呢，是加强闭环服务。我们已经取得一定的经验，教育系统啊，在以往的疫情防控过程当中，经历了多次的放假、开学的各项工作、各个环节，可以把这个延期返校学生啊纳入这个学校疫情防控，可以说闭环的服务管理体系。在放假离校留校啊，在开学可能返校居家这两个时间节点上，要为放假后留校学生提供生活保障服务，让学生啊在校如在家，让开学后居家的学生啊能够在线继续学习，让孩子们啊能够这个在家如在校。特别是在不管学生在家在校还是在途，教育部门啊和各级各类学校都会考虑到孩子的安全第一，考虑到他的学习进度，为他们提供健康指导、学习的支持，还有心理的辅导。第三呢，是加强这个全程指导。可以说，筹备开学的时候，就将可能延期返校的学生考虑在内，做好这个统筹，妥善安置。在学校开学后，孩子们不能返校，那就组织在线学习，精心安排，确保教学的进度和教学的效果。可以返校时，按照当地的疫情防控政策，组织这批延期返校的学生安全有序分批次进入校园，并按要求啊做好健康观察和监测，同时啊根据需要进行课程的辅导，确保他的学业进度和学习效果。可以说疫情的发展目前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异地返校学习是开学工作的一项重点，也是难点。各级教育部门啊和学校，将共同努力，力争让这个学生啊，无论走到哪里，教育政策指导啊就跟进到哪里。学校的关心关爱啊就跟进到哪里，确保啊那个全程
化的指导，个性化的关切和精细化的服务。谢谢。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我们先请左侧区第一排第三位女记者。中新记者提问：此轮疫情中，江苏、湖南、北京、河南等多地都出现了确诊病例，且病例在不断增加，是否意味着当前疫情已经失去了控制？目前疫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未来的走势如何？针对当前的这种情况，国家将如何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来遏制疫情的蔓延？谢谢。好，我们请何兴华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你的提问。目前啊，刚才你提到，全国呢已经有15个省发生了疫情，也出现了确诊病例。那么各地呢都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呢，按照疫情防控方案的总体要求，结合各地的实际呢，积极采取措施。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疫情总体形势可控啊，总体形势可控。但是呢，由于本轮疫情啊波及范围大、人群面广，加之呢多个不同来源的输入病例导致的本土疫情叠加，增加了整个疫情防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只要各地呢严格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我想呢疫情在2到3个潜伏期内能够基本得到控制。那么就全国层面而言，其他地区还可能出现新的疫情，各地要加强监测，尽早将疫情控制在萌芽阶段。我们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以及常态化防控措施。这些措施啊是明确的，也是具体的，而且经历了30多起疫情防控的实践检验，证明也是有效的。那么从国家层面呢，是关键是加强督导，抓好落实。昨天上午呢，孙春兰副总理召开了全国疫情防控电视电话会议以后，国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还专门召开了部署会啊，部署落实全国的一个会议。会后派出了20个督导组赴20个省市指导疫情防控工作。那么按照第八版防控方案的总体要求，各地要坚持早、小、严、实，科学、精准、有力、有序、有效处置发生的疫情。那么内防扩散要特别突出一个快字，这里怎么突出一个快字呢？要这里有5个第一。第一时间全面激活应急指挥体系，实施风险区域管控，第一时间启动重点地区全员核酸检测，摸清底数，第一时间强化公卫、公安、公信的协同，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可能的密接和密接的密接，叫次密接，做到应隔、尽隔、集中隔离、规范隔离，第一时间按照市集中要求，中西医结合，防止轻症转重症，一人一策，全力救治患者，第一时间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争取群众的理解配合，遏制疫情的蔓延。谢谢。刚才啊，有个对不起，刚才前面那个外媒记者提到一个问题，可能回答不是太清楚。你讲到的是一个作为涉及到排查人员或者到过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如何做？这里呢，我想我再重新对这个问题呢进行澄清。你控制传染源，这个是控制传染病流行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那迅速锁定并隔离传染源呢，能有效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可以阻断传染病的传播流行。这就是说到了高风险区域的人员应该怎么做。那么从政府层面啊，对可能的传染源，我们采取的是围、追、堵、截的策略。什么叫围？我的范围不一定要大，叫全。追要准啊，对一些可能的追要追得准。那堵要严，严格的堵得住啊，不能有收有漏啊。那个截也要快，你已经在旅途中的，你马上就地就要截离，你不能非得要到目的地，所以要采取这种
把可能的风险呢尽早控制住。那么从公民自身的角度呢，作为每个人，作为全人民防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进一步提高防范意识，做到以防、以检、以报告。这防是怎么防呢？以防要继续做好个人防护，啊，常态化防控条件下，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一米线等良好卫生习惯，少聚集，啊，这个不信谣、不传谣，更不能造谣，啊，积极配合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积极主动接种疫苗。这是作为个人来讲，现在全国实施的免费接种疫苗，那么要积极主动的接种疫苗。二是检，检是减少跨省跨市的出行，广大群众要暂缓外出旅游，合理安排行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旅途感染风险，中高风险地区要严格限制人员流动。三是报告，三报告是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报告，我们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的这个报告员，要积极关注疫情风险地区、风险场所的信息，政府发布和地方发布的一些信息，涉及到被排查的人员或曾经到过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要主动向所在地的村、社区、单位、酒店报告可疑的接触史和旅居史。刚才我们工信部门讲到，我们可能每个人可能有时候会收到工信部推的信息，那么接到这些信息，你第一时间要报告，你不要以为我们没关系，哎，这个积极配合做好核酸检测、隔离管控、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如果出现了一些咳嗽、发热、咽痛啊、乏力啊等等，还有腹泻等等症状，要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立即就近前往发热门诊进行筛查诊治。啊，在这里呢，中途就诊过程中，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更不得再往人群聚集的扎堆去再看看探亲访友。这个，这就是说，我就说，在追个人应该把这几个方面做好工作，啊，做好工作，啊，这样呢，把我们全我们是我们每个同志啊，每一个这个人员都能够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去，啊，使我们的疫情呢能够尽早在萌芽中得到控制，啊，谢谢。好，谢谢，请继续提问。我们先请左侧区，第三排第二位穿绿色衣服的男记者。好，感谢主持人。新华社记者提问。旅游景区、演艺场所、文博机构等都是重要的人员聚集地。那么，请问文化和旅游部门对上述地点以及其他相对密闭的文化和旅游场所有怎样的疫情防控要求呢？好，我们请于昌国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您的提问。当前呢，全国多地的出现新冠疫情病例，文化和旅游部呢非常重视，紧抓关键，快速应对，积极指导旅游景区应对疫情变化，落实防控要求。一是快速反应，积极应对防控考验，根据部署要求各地强化预防预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从严从紧加强旅游景区的防控措施，密切跟踪各地旅游景区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要求旅游景区在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下，按照地方疫情防控风险和应急响应的要求，科学动态调整的防控措施。截止8月4号，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的1152家 A 级旅游景区，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防控要求暂停开放。二是抓紧限流，强化景区流量管控，指导 A 级旅游景区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疫情防控要求，严格控制游客的接待上限，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确保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截止目前，全国95%以上的5A级旅游景区已基本实现分时预约。同时呢，我们还借助网络预订和大数据的平台，在旅游高峰期对热点旅游景区发出预警提示，
为各地开展游客流量控制提供重要参考。三是严格防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严格落实进景区景点前扫码登记、测体温等要求，督促游客执行好一米线、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严格落实景区内重点场所、重点设施防控要求，对于容易形成人员聚集的项目和场所，强化局部卫生管理和防控措施，要求景区加强员工健康管理和上岗培训，鼓励景区积极利用智慧景区建设成果，拓展无接触服务，加强信息发布，做好防控宣传。此外，我们对全国文化和旅游行业室内场所也进一步提出防控措施要求，要求剧院等演出场所、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A 级旅游景区的室内场所、星级饭店以及娱乐场所、上网服务场所等空间相对密闭场所的强化卫生管理，加强通风消毒，尽量减少举办聚集性活动。对进入场所内的人员严格落实扫码、测温等防控措施，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监测管理。对室内文化和旅游活动场所，要按照当地的疫情防控部署要求，该限流的限流，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途径。目前由我部主办的全国性文化和旅游活动已采取延迟举办或者是改为线上举办。截止8月4号，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关闭公共图书馆256个，文化馆236个，文化站6757个。谢谢。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我们来请左侧区第三排最靠边这位女记者。谢谢主持人。香港中评社记者提问。文化和旅游部对旅行社、旅游景区提出了明确的防疫要求，除此之外，文旅部对于游客出行自身防护有什么建议？谢谢。好的，我们继续请于昌国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你的提问。这个暑期啊，现在都是出游的旺季，那么针对目前的这个疫情形势啊，文化和旅游部在7月29号就向游客发出了安全提示，提醒广大游客强化防控意识，做好科学防疫。在此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游客，一是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行前及时了解目的地最新疫情情况和防控政策，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已经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与此同时，中高风险地区的居民不要外出旅游。二是切实做好个人防护，这游客呢要保持警惕状态，避免麻痹心理，积极配合疫苗接种，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规定，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勤通风，养成一米线好习惯。乘坐交通工具游览时，自觉与其他游客保持间距，就餐时拉开桌椅间距，避免扎堆。咳嗽、打喷嚏时，注意用肘部或纸巾遮掩，不随地吐痰。出现感冒、发热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游览并及时就医。谢谢。好，谢谢，请继续提问。我们先请右侧区第三排最靠过道这位穿深色衣服的记者。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关于社区防控。我们注意到发生疫情的一些地区已经采取了比较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请问社区防控如何发挥好第一道防线作用，控制风险增量？谢谢。好，我们请贺清华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你的提问。正如你所说啊，社区防控是我们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对于落实好四早防控这个疫情风险的增量具有基础性的重要作用，直接关系到我们疫情防控的成败。那么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呢，一是要强化党建引领，压实四方责任；二是要分类管理，对发现的阳性病例的小区要立即实施封闭式管理，
感染者要立即转运到定点医疗机构集中救治，密切接触者和次密以及阳性病例所在的单元所有人员要采取集中隔离措施，并做好环境的消毒评估。三是对封闭小区所有住户要切实做到足不出户居家隔离，做好生活服务保障，落实好健康监测、核酸检测和医疗服务保障，严格做好生活垃圾的回收和转运。四是呢，对疫情发生的地的非封闭小区要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控，落实好测温、验码、戴口罩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那么这次在整个疫情防控的处置过程中啊，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啊，作为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规范预检分诊，加强对高风险岗位、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排查，这个对行程码和健康码同查，开展智能测温，严格规范操作流程，通过延长采样时间、增设临时采样点等形式，方便居民高效检测，最大限度地发挥核酸检测作为疫情防控监测网的作用。那么借鉴以往防控工作的经验，社区防控啊，作为社区防控作为可以发挥基层组织的集中高效的优势，确保责任网、组织网、宣传网、信息网和服务网网网相通，这所谓的五网相通，各种资源整合机制、责任机制、效能机制、快速反应机制有效运行，使我们的行业在这个社区的行业、社区的家庭、社区的每一个人做到广泛动员，切实把我们的社区工作做好、做细、做实，达到阻断疫情传播、切实守住疫情防控的底线的作用。谢谢。好，谢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再提两个问题，请继续提问。好，我先请右左侧区第四排啊第三位男记者。谢谢主持人。南方都市报记者。最近就是多个地方出现了这个确诊病例，然后有一些省份是之前比较长时间没有新增病例的。那请问霍局长，是不是这些地方有一些出现这种防控意识的松懈？然后怎么来加强这个疫情的防控？谢谢。好，请何局长回答这个问题。谢谢你的提问。正如你所说的，这个我们从最近几期疫情聚集性疫情来看啊，由于一些地方啊较长时间没有发生疫情，一些部分干部群众确实存在着思想松懈、麻痹的情况，把常态化呢当成了正常化，把低风险呢当成了零风险啊，零风险防控工作有所松懈，存在着一些短板和漏洞。比如说，因为这些都发生在没有发生疫情的地方，这些地方好像疫情都跟别人有关，跟我没关，哎，总是等着啊，等着到疫情来了，哎，这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我简单举这么三个。一方面表现在地方准备不充分，指挥体系啊不在应急状态，常态化和应急机制转换慢，啊，第二个呢是常态化防控的各项措施啊责任啊不落实，因为没有这个总觉得疫情离我很远啊。第三个呢就是重点场所从业人员没有实施封闭管理，因为都常态化了，正常了嘛，这个没有事了嘛，所以还有呢科技手段应用不是太充分。我想这些情况我们从这个前面几期疫情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存在这样的问题而导致的。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各地特别是没有发生疫情的地方一定要认识到当前防控工作的严峻复杂的情况，进一步提高防控意识，加强统筹协调，坚持问题导向，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加强社区防控，执密执牢疫情防控的网。这里呢我重点提的是五个方面的这个要求。一是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压实，还要强调压实属地部门单位和个人的释放责任，各级政府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坚持日报告、
零报告制度，责任落实到人，工作落实到位。二是呢，加强疫情的监测报告的四早措施落实，各地要树立严格的依法依规报告意识，严格实行逢阳必报，发现病例必须在两个小时内报告，确保发现疫情及时处置，就是逢阳必报啊。第三是要加强风险人群区域协查，按照按时限时的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追踪协查工作，做好相关人员的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及时发现并隔离新的感染者。第四呢，是街道、社区、小区要加强外来人员的管控，落实好测温、验码、戴口罩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那么根据当地的安排，还要做好啊，对这小区啊、社区要做好疫苗接种工作、核酸检测工作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啊，动员和组织工作。第五是要各地要严格在机场、港口、集中隔离场所等，在这些场所对于从事高风险作业人员实施封闭管理，落实集中宿舍、点对点转运、固定岗位等要求，提高上岗培训的质量，高标准实施和遵守个人防护的要求，加密核酸检测的频次，把常态化防控的各项应急处置措施啊，准备好，落实好，谢谢。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那我们来请邮测区第三排第二位女记者。谢谢主持人，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近期全国多地开展了12到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主要涉及初高中阶段的学生。那么，请问教育部门和学校如何履行相关职责，配合卫生健康疾控部门，做好12到17岁学生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谢谢。好的，我们请刘培俊先生来回答最后这个问题。好，感谢中国青年报记者关心这个师生疫苗的接种工作。当前形势下，这个青少年学生安全有效的接种疫苗啊十分必要。既是构建校园防控网络的需要，也是筑牢社会免疫屏障的需要，更是啊这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近期，教育部连续印发两个通知，系统部署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其中把符合条件学生的疫苗接种工作啊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指导啊各地教育部门按照职责啊做好相关工作。第一呢，是加强组织指导，按照国家的规定啊，这个师生疫苗接种工作是纳入国家的统一部署，纳入属地的统筹管理，也纳入了这个教育系统疫情防控的体系。各级教育部门呢，目前正在指导学校啊，配合卫健疾控以及相关的医疗专业机构啊，这个做好符合条件学生的疫苗接种工作。第二呢，是加强这个宣传引导，特别是各地教育部门正在指导学校啊，按要求向家长沟通告知教育引导，争取让家长以及监护人和学生啊了解、理解和配合疫苗接种工作。第三呢，是确保接种安全。各地教育部门可以说啊，在把握疫苗接种政策上还是很精准的。他们强调啊，就是在家长和监护人以及学生啊知情、自愿、同意的原则上，配合专业医疗机构啊，分步骤啊，有序、安全、稳妥的做好这个12岁到17岁学生的疫苗接种工作。可以说啊，这个校园师生
符合条件人员的接疫苗接种工作目前进展顺利，效果明显。近期，疫情形势的这个传播规律以及各地防控的经验也表明，疫苗接种十分必要。但是我们也强调啊，这个接种过疫苗的师生也不可懈怠，要像没有接种一样，高度重视，全面加强个人防护。因为防控千万条，距离第一条，疫苗可以让我们形成免疫屏障，与病原隔离，但是个人防护仍然十分重要。不管学生在家、在校、在途，都要加强个人防护，按照要求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不扎堆儿。确实啊，把这个个人安全保护好，也是为校园健康、家庭健康、社会健康啊，尽心尽力尽责啊！谢谢大家。好，谢谢以上几位嘉宾。今天的发布会，几位嘉宾结合部门的职责，为我们介绍了很多近期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也很多与我们每个人呢息息相关。也再一次的向他们表示感谢。刚才在最后一个提问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仍然有很多记者朋友仍然在举手提问。那么后续呢，我们还将继续举办新闻发布会来回应各位的关切。也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刚才我们直播的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感谢手语主播上井三的同步播报。好，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